将军，拼这最后一战！
被天地之爱，诸君为国战死沙场，舍身成仁，虽为乱世之上，却乃大明之希望也。苍天无言，是豺狼大盗，打开国门，以鞑子肆虐，悲乎，悲乎！天堂，天堂，主君英灵不远，必用大明苍龙。万民齐心，万民齐心。这都已三月初春了，本王还惧寒不已，这身子骨怕是快不行了。王爷，您正值壮年，如今又大权在握，断不可在此关头出此妄言呐。天聪二年，我追随皇兄征战察哈尔部，一转眼，这身戎装已穿了近18年。伯洛，你说我这些年争的是什么？王爷，您曾说过要为我大清建万年不拔之业。王爷，您曾还说，入主中原，不畏疆土，只为人心。本王近来听说，大将军所率部众骁勇善战，自南下以来，攻城无数，可唯独福建一却成了大将军的一块心病。伯洛知罪，恳请王爷许我亲自带兵南征。伯洛保证，不出三月，必替郑僧人头来见。皇上要的是江山，可不是郑僧的人头。敢问王爷有何高见？程振森拜见皇上。臣得知何一派人来我大明商谈，连夜纵马从南安返回，如今双腿发麻，不知能否平身。谢皇上。我代表诸族冲台晚前来跟你们大理亮国商谈，你怎么可以？野蛮自古就是我大明领土，你立正大蛮子国。董孝，你快拉一下呀！我们郡主说了，只要你们肯合作，我们都是台湾，烧杀掠夺，还有脸谈什么合作？将军，你们双手沾满我大明百姓鲜血，还敢明目张胆来我大明疆土招摇？拿下来！将军息怒啊！将军，今我大明强敌环顾，现在多一个盟友，他也未必是坏事啊！将军三思。天启四年，台湾的同胞们聚集在一起，反抗东印度公司，这一帮红毛子的炮火连轰了3天3夜，鲜血染红了整个台湾。
这笔账还没算清呢，你们就想跟他与虎谋皮吗？郑将军，今日你先是殴打外邦使者，又污蔑满朝文武，我大明朝皇帝龙威盛言在此，郑森如今势力大了，恐怕在你心里只有郑家，没有大明吧？你回去告诉你的主子，大明失去的领土，总有一天我大明会亲手拿回来。好，我一定会把今日所见所闻事无巨细的转交给众督。告辞。朕已看过前方战报，清军正在浙江南仓屯兵，这仗恐怕是不远了。皇上请放心，福建四面环山，易守难攻，只要以不变应万变，纵使打死兵力再强也无计可施。我曾问过郑芝龙，他也是这般说辞，看来你们真是父子连心呐。我父亲对皇上忠心耿耿，绝无二心。只不过这悠悠众口难堵啊，毕竟这江山可是皇上的。臣愿劝说父亲以小兵权交出谢相。怎么样？还是没说？闪开！赵涵，你十五岁便跟随我父亲，我郑家可有亏待过你？你若将背后诸事告诉我，我郑森可保你全家平安。卿也好，明也罢，只不过是换个主子而已。我偷情，只不过是不想让我的家人活在腐朽不堪、积郁难治的大明之下。还，你当真认为国姓爷心善可欺吗？你若再不招供，我现在就将你碎尸万段！哎呀，杀了我吧！但是，杀得起吗？好你个赵涵，让他！成为大皇一名可疑之人！放肆！此等琐事，哪由得你惊扰国姓爷？滚出去！他说他是国姓爷的一位故人。伤未死，被清军抓到衡州修建工事，恰逢你命李正突袭衡州。衡州一战，你也在场？
你那一仗打得真是漂亮。恒州突袭战，当天你没有去营救那些被奴役的大明将士吗？禀国姓爷，当时战况混乱，我带兵赶到的时候，被清兵俘虏的奴役们已经四散溃逃了。可我当时远远地看到李副将大杀四方，当真是威武。少。姚大刚谬赞，都是为国姓爷出力，李征愧不敢当。既然阿远当日看到过李副将，却又没有打招呼，这倒让四叔不敢蹊跷啊。乱军之中保命为先，若当时真跟李副将打了招呼，恐怕也没机会活到现在了。也是，这清军天生嗜杀，幸好啊，你终于平安归来。若是森儿怪罪下来，四叔的罪过可就大了。要不是四叔，恒州突袭战，你还没有机会逃脱呢。就当是功过相抵，过去的事就别提了。兄弟，欢迎你回家。是啊，远哥，我们又可以并肩作战了。婉柔，你愣着干嘛呢？过来，叫光远看看你。时候不早了，光远累了，你们也早些回去休息吧。是啊，阿远一路奔波也够累的，那我们先退了。大明沉疴不及，雨季难返，若一日不行，光远便不再续发，愿留此边时刻提点，谨记去之。这姚光远在此风雨飘摇之际无恙而归，四叔以为此人绝不可留。森儿，当断不断，必受其乱。哪怕天下人都叛我，阿远也不会叛我。我大明将士宁为术法，不做剃头人。达子生性嗜杀，他要还是原来的功，就没法活到现在。阿体法，定是受清军洗脑，并非本意。只知道阿远呐，是我的生死性命。病日贪生，可断其尾。郑家上下兄弟，在此关头，宁可妄杀亲人，也断不可错心一人呐！不姓爷，天下人都要死了，骂他，我郑成功也会相信他。如果不相信自己的兄弟，那还配得上这国姓吗？
到底是何人所为？你没事吧？不用你管。阿元，你不在的这些日子里，我很挂念你。是灵薇，我拿去烧了吧。过去的姚光月已经死了。就让他留在原来的地方吧。红毛怪有多少人？战船12艘，每艘配备火炮24门，已在我大明海域集结。密码不是严三思，我们一旦跟红毛子开战，白沙必然失手啊。就算舍弃白沙，我也让这些侵略者知道犯我大明城，来者必诛之。白沙城的这一季庄稼收割在即，如果让清军抢先下手，那延平城的饥荒之难可就难解了。霍星爷，行军打仗讲究的是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，如果丢了白沙，日后可就被动了。阿远，你意下如何？是先取金门，还是先守白沙？我倒是有一计，既可以保住白沙城，又可以解延平粮草之急，且可让国庆爷安枕无忧地去痛打那些和议。姚光远，这是军机议事厅，容不得你大言不惭。只需士兵300，15日可归。300士兵，阿远，大漠，你还记得当年我们二人在国子监求学时，你为了帮我解围，扬言要放火烧掉降云楼的事吗？阿远，你大难不死，还能怀着一腔热血，国庆爷自然是欣慰的。但万一你要是救人不成，反倒连累白沙百姓遭到清军的残杀，那国庆爷可就罪过大了。若不能解白沙之危，我愿剃头来见。好呀，军中无戏，难得阿远有如此之决心。既然这样，便恳请国庆爷成全阿远吧。国庆爷，非常时期又非常之法，既然你有信心，那去吧。这红毛子的洋火铳做的倒是漂亮，就不知真用起来如何。王爷放心吧，放心吧，我们荷兰不但穿尖袍利，火枪更是威力无比。那这份礼物你喜欢吗？只要是好东西，本王都喜欢。你喜欢就好了。啊，我们总督说了，我们要的是钱财，大清要的是江山。总督还说，只要郑成功一死，每年海上贸易的利润你可以分50%。原来是郑成功封了你们的海路，他就不怕这是病急乱投医吗？那希望王爷能促成这笔互惠互利的好买卖。倒的确是笔划算的买卖。那就好了。王爷明智，我现在可以回去转告总督。这洋火铳当真管用。
惜呀、啊，我不是个生意人。王爷，您这是？我大清和南明，那是我们关起门来的自家事，还轮不到这些红毛鬼子指手画脚。洪承畴，来，马上飞鸽传书给伯洛。是。这入蜀以来呀、啊，南安数日连雨，真没想到，我的婉儿一来，这雨就停了。求佛祖保佑我儿正孙平安归来。娘，大哥他福大命大，您越在这儿念叨啊，他就越倒霉。哎呀，你别胡说，孙儿整天在外东征西讨的，为娘替他求个平安，这怎么就成念叨？你快扶起来。娘，您这风湿也该寻大夫治一治了。娘身子骨好着呢，倒是你呀、啊，也该顾一顾自己了。我？怎么了？我这不好好的吗？夫人这是在担心大小姐的婚事呢。雅兰，别胡说，我哪来的婚事？夫人可听说了。大小姐心心念念的姚将军回来了。儿啊，娘听说那个阿远一表人才，能文能武的，你怎么不带回家来让娘见见呢？闺女大了，终究要找个好夫君的。娘，别听亚兰瞎说，婉柔还要伺候娘亲呢，才不要嫁人。哎呀，女大不中留啊。菜来了。都说这白沙城的火肉是浙闽一带最好的，今天这么一尝，果然酱香四溢，味美悠长啊。来，走。这火肉性温味咸，并搭配青蔬，同时既能解馋又能解腻，两全其美。元哥，这白沙一战可有一举两得之法。这次我们不打仗。啊？那我们该如何守住白沙城？抢。只是咱姑爷有办法。好，谢谢。嘿，哎，看把你给馋的。你的，来。哎，谢谢谢谢啊。谢谢。是怎么教你的？啊？你怎么能随便乱拿东西？要听话啊。这姚光远还真是命好，碰上清兵突然撤兵，不但救了白沙城，还带回来这么多的粮食。抢一城而救粮。看来姚光远这次是有备而来。事已至此，要不我就和国姓爷如实禀报吧。总兵您战功赫赫，国姓爷不会为难您的。我郑家上下事务，岂容得下一个外人插手？可是。这才几日没见，怎么连刀都握不住了？行，那我就不让你了。Yes.
阿远，你分心了。是我技不如你，光远，甘拜下风。婉柔，你在这儿正好，我带你们去个地方。我八岁那年，家父随太师清剿倭寇，不慎被俘。我便是在这城楼之上见的他最后一面。姚公高风亮节，我听父亲说，他被俘之后不与不食，足足撑了七天，最后以死明志。大哥，你看你这才刚打完胜仗，今日应当是值得庆贺的日子。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，走，我们喝两杯去。郭姓爷是觉得我如今身在大明，心却想了清。怎么可能？阿远，你想多了，大哥他只是大难不死，本来可以一走了之，你干嘛还要回来？我想找一条出路。什么出路？一条你郑森和大明的出路。白沙之围虽解，但原本衣食无忧的白沙百姓如今却沦为难民，用不了多久他们便会病死饿死。这个世界上兵只会杀人，战争却能带来灾难。覆巢之下焉有晚安，既然我被刺获刑，就得一举成功收复大明。这条路是你不愿意选。王爷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大清铁骑只要拿下白沙，便能一举困住延平，为何要绕城而走啊？白沙城的粮草前几日已被明军抢光，这城就失去了价值。那接下来我们该如何部署？难道眼睁睁的？王爷他虽身在京城，可是看的比咱都远。大木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但是要见你。还记得这儿吗？九岁那年，你就是在这间老宅子里，
孙维复学的剑术兵法。从那以后，你便立志一生戎马，纵横天涯。一转眼，都那么多年。可父亲，你没想到如今却剃发戍边，起名投亲了。为父不过是顺应天意而已。到底清廷给了你多少的好处，让你甘心为他们卖命？我郑芝龙不替任何人卖命，如今南明已入绝地，我只有改弦易辙，才能使大明百姓免受战争之苦。为父此举为的是家国天下，也是为郑家谋取一条活路。活路？你执意要叛，我拦不住你。但是你取得这条活路，不了。哎，你我终究父子一场，既然你执意抗清，那为父便帮你最后一次。你怎么知道在这风雨飘摇的南明朝廷只有太师一人相亲？即使郑家上下都投冷清，我郑三也誓不叛大明。从今天起，我将养育之恩归还于你。从此之后，我们再不是父子。他是兴许言而无信，加害于你。我这次发誓，披麻戴孝，为你报仇。皇上明察，若非姚光远以白沙之威转移视线，清军怎会突袭南安？以致国姓爷如今下落不明。郑鸿奎，你可有确凿证据？皇上，他脑后的这条辫子便是证据。这南安县根本没有任何战略意义，为何偏偏姚光远刚回来就被清军攻打？这分明是故意针对国姓爷的陷阱啊！皇上，总兵大人所言甚是，姚光远断不可留。姚光远是救过白沙的有功之人，又和郑成功情同手足，若轻易将他问斩，定会惹来非议，还是等郑成功回来之后再做决策。皇上，如今国姓爷生死未卜，倘若他真的有个三长两短的，难道我们明知凶手在此又坐视不管吗？事情尚未查明，朕不愿坐上。皇上，万不可因一人而失天下。皇上，光远一案事关社稷安危，切记不许声张。小姐，不要啊，不行！阿月绝不会是叛徒，东江，你快去救救四叔，阿月他是无辜的。大小姐，此事乃皇上钦定，恐怕只有国姓爷出面才能救得了姚前总，但是现在国姓爷生死未卜啊！阿元，阿元，你快去跟四叔说，你不是叛徒，你是冤枉的。
臣已到。是。时辰已到。我看谁敢杀他！四儿啊，四儿啊，你能够平安回来，真的是太好了。郭星爷，你是要劫法场吗？这可是皇上要杀的投亲叛贼。投亲的叛贼。那是必须要杀，但是姚光远不是你，这是细作，与伯洛的来往心寒。请少说，过目。郭星爷，郭星爷，郭星爷，冤枉啊！郭星爷，大人，大人，总兵大人，郭星爷，我冤枉啊！这自己，郭星爷，我冤枉、啊！我会骗人的。好你个刘巡啊！你竟然贼喊捉贼，我差点拖上了阿远。大人，大人，给我拿下！大人，大人，四叔，侄儿请求你以后办事。谨慎为妙，别辱了我们郑家的名声。是，四叔，不会了。阿远，你向我指的那条路，我不是没有想过。但是清军杀了大明无辜百姓，你说这仗是打？还是不打？打！浙江南西南要塞，这仗是打还是不打？打！今天数月以前，阿远，这仗是打还是不打？打！秦军大败，推进多年，六千两所，三百家顺之，三家不三百。第二日是战事数十军，我人反灭，其中三十里外加倍防线。都说这龙溪乃清兵重镇，也不过如此吧。郑成功是两师攻占三环线，其余兵力一败而终。少兴，南可守浙壁，北可抗苏杭。这一仗是打还是不打？当然要打。国兴爷如今气势正隆，上下将士又团结一心，我等就应乘胜追击，一口气直接打到南京。阿远。你意下如何？啊，这仗是打还是不打？这仗不能打，不能再打下去了。姚青松是打累了吗？在顺势之下，竟然萌生退意了。是他们在退。大漠，你可否想过，清军兵力明明强于我军，却为何一败再败？外面虽然连战连捷，但战线被拉长。如今延平周边重镇兵力空虚，一旦打死过了线下关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姚光远，你少在这里长他人威风，灭自己士气。将军，我们赢得实在是太蹊跷了。阿远，
要是没什么事，先退了吧。将军，这绍兴我是打定了，南京城也跑不了。你可知绍兴城下有数十万我大明百姓，一旦开战，他们必然会被鞑子逼迫当做阻拦我军的牺牲品。可他们是无辜的，战场厮杀，没有人是无辜的。那你和屠杀南安的那些鞑子骑手有什么区别？别给我说南安，当初若非你姚光远非要抢白山粮草，这些鞑子也不会转攻到南安，害死我母亲。原来，将军一直觉得是光远害死了夫人，难道不是吗？怪不得，从那儿起，将军的眼中便没有了国家，也没有了百姓。如今，你眼中的未来只有仇恨。王爷不愿意再为这样的未来舍命。王爷召我和张将军前来，不会只是为了听听小曲儿吧？诸位将军，现在郑成功连战连捷，大有一举平定中原之势啊。那关我们什么事儿啊？若郑成功真的清除鞑子，光复大明，到那个时候，恐怕就轮到我们遭殃了。莫非王爷将军坐腻了，想换个位置坐坐？如今郑成功士气正盛，本王怎么会傻到与他翻脸？实不相瞒，本王想请诸位将军一起来赌一局。如何赌法？与其锦上添花，不如雪中送炭。绕了大半圈子，你不就想让我们连郑抗清吗？我倒觉得这局可赌。我们想的挺美，可是人家郑成功愿意吗？郑成功虽然连战告捷，但是凭他那点兵力，想打下南京，那简直是痴人说梦。这种天上掉下饼的好事，恐怕他求之不得呢。既是如此，那我便下注了。不日，我就前往延平，与郑成功会盟。李将军，这人心隔肚皮啊，贸然去延平，谁能保证郑成功会不会把我们给……可要让郑成功到舟山来，恐怕也是难如登天吧。不如便去思明如何呀？倒也不失为一个好计策。诸位将军，今日结盟之事就此定下。但凭王爷卑职本来还在担忧王爷连让数城，如今才知王爷是要引蛇出洞，一石二鸟，当真高明啊。郑成功终究年少气盛，我不过是顺势而为罢了。他恐怕连做梦都想不到，王爷已经在他身边埋下了一颗暗棋。这颗棋子也是时候派上用场了。属下这边传书不落，命他带兵前往思明，将南明余孽求首，连根拔起。
延平保不住了，我们走。一将，姚光远，你做什么？总兵大人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姚光远，当日你私自离开军营，看在国庆爷的情分上，总兵大人放你一条生路，你竟然还敢来送死！来人！我看谁敢动他！退下！总兵大人，我已查明，司明张亮早已逃京，国庆爷现在危在旦夕，恳请总兵大人带兵前往司明救人，只恐不及。姚光远，张亮乃军中大将。你少在这挑拨离间！这是我从清军残余部队中得到的密令，这寄信之人便是张亮，请大人过目。我知道你们因为衡州之事一直耿耿于怀，但这事关国兴爷性命。请总兵大人再信我一次。都退下吧。孙儿有难，我自会全力以赴。待他贵为国庆爷，身边大小事宜，当由我郑家自己人决断。不知阿远能否明白四叔的一番苦心呢？如今延平城破，总兵大人心系国庆爷安危，欲救国庆爷于危难。姚光远作为大明臣子，甘愿留下替大人守城，定当死战不退。还是阿远深明大义，那这延平城就拜托你了，你可莫要让我失望啊。请大人遵守诺言。阿远，你要去哪儿？阿远，阿远，你给我回来！你不要走，阿远，阿远，你给我回来！你不要走，阿远。Thank you.
国家将军说了，事成之后，江浙地区得归我们。呸！想得倒美，他也不怕撑死。国兴爷，我家将军也说了，江浙呢，他不感兴趣，但求事成之后，这海上贸易的赋税能拿个足份足额就成了。尔等可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，赢了占据富饶之地，输了不过损失些兵力，但舟山群岛和广西还在尔等手中，真是进可攻退可守啊。国兴爷此言差矣，我们坐在这里都是为了光复大明，岂敢有何私心呢？程将军，你觉得很可笑吗？哎呀，岂敢岂敢，只是看到这戏的乐趣所在，情不自禁而已啊。看戏看戏，看完再吵也不迟。可本官并没有觉得这出戏有什么可乐之处。你们的眼里只有江山，那自然看不出这乐曲中的乐趣所在呀。看戏看戏，一会儿啊，要是真打起来了，就再也看不到这一番美妙的好戏了。将军，既是在思明会盟，那你说说你的条件吧。你也知道，我向来是哪片云彩下雨，就在哪片云下接水。像这等忧心忧国的事情，哪有看戏逍遥自在呀？哎呦呦呦呦！诸位快看，关圣人要放曹操了。若关圣人知道自己的头颅，将来会落在曹操的手里，不知今日还会不会放我回山。将军，你请我们看他，果然是一出好戏。国兴爷，往后退，别动，往后退，别动。
走，别走。你不会救他。这里是张亮之父的故居。荒废已久，我想暂时不会有人找到这里。你说，这次是否真的是在劫难逃了？不会的，远哥，远哥他是一定会来救国兴爷的。是啊，自从上次一别，已经很久没他消息了。被仇恨蒙蔽了，错怪了他，也害了你们兄弟。这次真是我错了。我相信，明日一早，远哥会带着延平的千军万马，踏破思明，将张亮这个叛徒千刀万剐。国兴爷，您放心。我相信远哥，他不会见死不救的。大木啊，大木，你当真是好闲情啊？居然晓得跑到这里来看望家父。可惜呀、啊，他老人家已经故去多年。你要是真有，你走吧。闲心，大明不能没有你啊！不死了，我倒不介意。大明没了，谁都不行。撒手！我姓叶，只有你活着，大明才有希望。诸位兄弟，别拦我！你们已经差保护好我姓叶，走，我们先走。何必为了一个正待我杀完这狗贼张亮之后？再与国姓爷会合。想想你们的父母吧，他们可日夜盼儿归呢。大木，我等为你而战，虽死无憾。只要你们交出郑成功，我保证你们安然无恙。大木啊，大木，早知今日，你当初又何必拒绝太师的提议呢？啊！倒是忠烈，可惜看错了主子。王妃，安
不能杀了你！姓爷，怎么了？哎，你看呐，是郭姓爷吗？是啊，不知道怎么了，受伤了怎么办？亏了你们还是大明将士，不敢去杀鞑子，跑到这里来害郭庆爷。乡亲们，我们要保护郭庆爷啊！乡亲们，保护郭庆爷，保护郭庆爷，们这样做对得起大明的列祖列宗吗？有谁想去见列祖列宗？我送你们去，给我拿下郑成功！慢着，三叔公，你怎么？哎，谁是你三叔公？我死命天家，没有你这种残杀忠良、卖国求荣的不孝子孙，要杀郭姓爷，就先杀了我！还有我，还有我。你要是害了郭姓爷，不得好死！明王，他们不想活，统统杀了吧！二狗子，走！救我！
只可惜，阿远不能亲眼看到大哥收复台湾的证据。阿远啊，会看到的。国庆爷，战船已经准备就绪，请国庆爷下令。儿郎们，收复台湾，誓不归航，出发！